老头喜欢艾伦吗？喜欢啊，我觉得他变巨人帅啊。老头每天都有在看你影片，有按赞跟订阅，谢谢。那订阅按一次就好了。巨人化したエレンが壁の穴を塞ぎ、ウォールローゼは再び巨人の侵入を阻んだ。再度阻止了巨人的入侵。しかし同時に、人類に味方する巨人の侵入は、我那时候才有跟他一样八块肌啊。我现在怎么看到只有一块而已、欸。作戦終了後、エレンの身柄は憲兵団に預けられ。哦，这边全部都是直接马上草草了事带过。ヤリスザックレー総統が霍恩海姆。特別兵法。哎，跑错棚了吧，霍恩海姆？哎，这个那个爱德华他老爸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这边好多熟人啊。吉他老伯。特別兵法。啊，霍恩海姆。行。エレンの処刑を。他说来自皮卡丘，我也不意外啊。エレンの力を利用しようとする調査兵団の議論が、艾連之力をはじめとする保守派に傾いた。打错了吧？应该是巨人之力吧？彼はエレンの思わぬ言葉を聞くことになる。你错了，你有两块，因为是奶子。好像也是哎。巨人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くせに、何がそんなに怖いんですか？这边喜欢看 CP 的，好、哦，可以看爽。要被揍了。你们这些在城墙内的低能懦夫，都是胆小鬼。いいから黙って、全部俺に投資しろ。他在向全世界告白。啊，你的未来交给我就对了。你们的未来交给我就对了，这样子。我要跟我女朋友讲说啊，你的未来交给我就对了。哦，痛啊！これは持論だが、しつけに一番効くのは痛みだと思う。今お前に必要なのは言葉による教育ではなく、奶子挑多大？不知道哎。しゃがんでいるからちょうど蹴りやすいし、こいつは巨人化したとき、力尽きるまで20体の巨人を殺したらしい。敵だとすれば知恵がある分、厄介かもしれん。こいつをいじめた奴らもよく考えた方がいい。他们也会怕。本当にこいつを殺せるのか。交给他们管理的话，要是他变巨人，没有人能阻止得了。ショート。ご提案があります。なんだ。CP CP。艾琳跟在一起，艾琳跟兵长在一起不错。对啊，不错啊。我觉得一定有本本。そこだ。エレンの管理をリヴァイ兵士長に任せ。不要在那边跟我骗哈。その上で壁外調査に。你们都看有看本本，你有不知道吗？啊，在那边。できるのかリヴァイ。殺すことに関しては間違いなく。問題はむしろ。その中間がないことにある。有超多。エレンが巨人の力を制御できるか。兵长跟艾莲的本本很多是吧？人類にとって利がある存在かどうか。了解。その調査の結果で判断いただきたい。結論は出た。エレン・イェガーは調査兵団に託す。还好他把一代剧情交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啊，大概第一章结束就直接进入那个谁，先日の特別兵法会議の決定、进入女巨人那边了吧？彼を正式に調査兵団に向エレン・イエガー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为什么要流汗呢？我是刚刚跟兵长做了什么事情？エレンにとっての希望であると確信している。なお、彼はリヴァイ兵士長の管理下に置く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。はあ。结束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回到大本营了，然后可以好好的攻略其他人了，恋爱手札。君が来てさらに忙しくなりそうだから私が借りてきたんだ。しかし分隊長、正式配属前の訓練兵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まずいので。上にはちゃんと話を通してあるから。为什么突然觉得我怎么突然觉得韩吉的配音好像鲁夫的配音员哦？
你们有没有这样想法啊？好像鲁夫的配音员哦，还是说根本就是他配的，配韩吉的声音？調査兵団は変わった人が多そうだよな。老实说，有你在让我放心不少。米卡莎表示，在爱莲的背后非常的火。訓練成績が高いやつは他にも。指名要你帮忙。なんでだろうな。攻略攻略，我的毅力获得肯定了吧？看我天生丽质吧。那，そうか。確かに。干，这是在抠三小，这暗示吗？新暗示啊。俺はもともと新暗示是不是？入るつもりだったし、ここでやれるだけのことをやってみるつもりだ。お前がいつまでここにいんのかわかんねえけど、しばらくの間。好，请多多关照了。主角比爱莲小好多只哦，因为这是我捏的啊。我那时候在捏的时候，把它捏最小只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可爱。我觉得这样很可爱的。认识新人物后，之后日志会追加该人物的页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交流。这是谁啊？我不会输给巨人的。哇，这个屁股，这时候可以用望远镜奇袭攻击啊。哎，那个，我觉得这有点失败啊。我觉得这一代最失败，唯一最失败的一个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能使用奇袭攻击呢？为什么在这里不能使用奇袭攻击？有点难过啊！我没说什么啊，我只觉得在城镇应该也可以来个奇袭攻击嘛，对不对？要是待会我们走路走到一半，巨人冲出来，我们才有所防备啊，对不对？在村庄，在这个城镇里面没有奇袭功能，这简直是侮辱这一款作品啊，对不对？要是等一下往前走，巨人从那个墙壁破墙而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死伤更惨重呢？商会的老板，这看起来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哇，被我挡住了！闪开，闪开，不要挡路！区区士兵，可别跟我作对！区区士兵。妈废物！看一下你们卖什么，卖的东西还是都一样哎。你们卖的东西还是都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终于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去找韩吉了。托洛斯特区，托洛斯特区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地方。哦，还好这地方没有，不然就哭了。只要胸部大，能不能生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中肯。好，我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，出发，去找艾尔文吧。时间好像空出来了，等你请客。啊，哦，你 OK 了，然后到时候再讨论啊。哎，各位安安，各位早。达兹好像拉兹。无法繁衍下一代也可以，反正不会怀孕，可以。我觉得，如果这世界上如果都是巨人的话，本来不会繁殖的巨人会变成会繁殖，不会吧？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啊。我们世界上真的要是有巨人啊、哦，应该不会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子啊。壁外付近に残存する巨人の行動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る。速やかに任務を完了し、我々は次の展開下一次墙外調查の準備。ねえエルビン、この新兵の子を参加させてもいい。小規模な任務とはいえ、巨人との戦闘は不可避だぞ。今回の任務は経験を積ませる。让他累积经验。汉吉要照顾。私から強制しないが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会在不危害到自己生命的状况下参加，我会全力参加。我会献出我的胸部。好，ハンジ、そいつはお前が連れてきたんだ。それはもちろんだよ。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、巨人が現れたら。オルオ、何か言った？え、何も。新兵については全員でサポートしてくれ。巨人怀孕那里得了？
初めてで緊張するだろうけど。吸毒的放大版。私たちがサポートするからね。哎，我们现在有马了，哇，不太一样嘞。呜，快乐马儿。あの子たちの可愛さを前に。加一下，加一下。緊張なっていい。バチでほぐれるに。加一下 IG。あ、まずは壁のそばにいる子たちを片付けてしまおうか。哎，居然失败了。強い巨人がいるのかな。ね、うん。これより目標に向かう。はい、你好。解いてあげるわ。はい。余裕余裕。叛吉是台语吗？日本的话就不是台语啊，只是我习惯用台语方式去叫他，所以我都直接叫他韩吉。哎，我有后面要去的。あそこで戦ってるのはモブリットだな。おい、拠点の設営は終わりそうかい？分隊長、手伝ってください。新しい拠点の効果を検証するはずが、巨人が邪魔で。那巨人的脸好笑。哎，这么近。せっかくの引き換え任務なんだ。哇，跳这么高。ぜひ巨人たちと触れ合ってもらうべきだよ。危険にはさらすな。叽叽，好远好远，我觉得我先去那里好了。韩吉桑，啊，难怪形体上差这么多。是不是？哎，被看见了！我等他冲过来。来，我们来用一个反击，反击技看看。他在抓谁啊？来啊，抓我啊，抓我啊！有没有？再一次。我终于学会了这一招了，好帅啊！感觉很恐怖，感觉怕怕的。哇，这太硬了吧！这应该打没多少滴吧，只把他打在地上而已啊！兵长，兵长，兵长，七千二，七千二。韩吉桑，累死。任务は完了したな。とっとと帰還する。任务完成了。今日はいろんな子たちに会えて楽しかった。这两周打好久。ぜひまた参加し。打到屁股痛了。無事で何よりだったな。先輩たちはやっぱりすげえな。哦，リヴァイ兵長だけじゃなくて、他の先輩方も。有点累格啊。没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なんだ？俺の噂話かや。確か。まあ、お前らが俺の息に達するために。他在学兵長讲话吗？あと100回くらいバカズを踏む。你就不要咬到舌头，我跟你讲。欧鲁先生什么时候才会达到兵长的境界呢？我直接呛他。それは。いくらバカズを踏んでも無理じゃない。ペトラ、この俺の底知れぬ。看不出我深不可测的实力。お前も存外。被呛了，这嚣张啊！みんなご苦労だった。屁股疼男人。これでトロスト区の我々の任務はすべて完了。なお、トロスト区の外門が封鎖されたため、それから。卡拉尼。エレン。君には特別作戦班。特別作戦班ですか。通称リヴァイ班。リヴァイ班。リヴァイが先発した。今後お前は常に俺の班の監視下で動いてもらう。ペトララル。王打与巨像，这是老头与巨人。
グンタ・シュルツ、もしお前が巨人に大丈夫だよ、エレン。君が自分の力を掌握さえできれば、そのために私も精一杯。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有流汗的那种感觉啊？表示他们很辛苦吗？老头，你女友怎么一直喂你喝咖啡？她怕我太累啊？这么贴心的女友哪里找啊？哎，终于有二级彩了，太棒了！玩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二级材料了。果然在所有的据点里面设置挖矿是对的一件事情啊，马上就有二级材料可以使用，我们可以去升级我们的那个强化刀身了。全世界的牛都飞起来了，看一下，毛毛巨人会说话是真的吗？你说那个原之巨人啊，原之巨人会说话，对啊，欸，我们可以编辑角色了，欸，我们这是第一章结束了吧？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特别作战班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是特别作战班的班底，是不是？重新开始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还用讲吗？去整形啊！等一下，那个要怎么要怎么把我们的视角往前啊？哦。不要穿最好，不要穿最好，是不是？神作，人数极限下降中，全部都被吓跑了。好，我们不要改语音了。然后这个要怎么啊？结束，可以改名字哎。好吧，我们就不要改名了啦，我觉得就不需要了，就这样吧，好，就这样吧，结束，保存，叫你们满意了没？满意了没？啊，还有人看不下去嘞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应该可以强化了吧？多了新装备。欸，虎彻出来了，欸，多了虎彻了，喔，攻击一加108，要不要做啊？做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爽。封锁了，有那种讲一些干话的。老头完全不理我们，没有啊，游戏还是要进行嘛，完全理你们，我怎么继续游戏啊？对不对？要怎么做啊？先升哪一个比较好？切换刀刃的次数变成2，但是气量跟哇，这个提升好多，哦。我们直接做一套虎彻算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做一套零式，做耶，到时候再补强就好了。用补强的方式去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起来。灵魂传动装置。收卷速度变快，做一个装。欸，我们刚好做这一把吗？好像还没做吧，对不对？补补补，还是只用两次的刀刃而已，欸。没关系啊，先弄攻击力高的，啊，这样比较好砍啊，不然都砍不赢，觉得好痛苦哦，啊。像刚刚打那个超大型巨人，我都还有套装效果，欸，
那时候打那个超大型巨人，那打到快哭出来了，那打得很累啊。这先增加攻击力再说啊，244的攻击力，我就不相信我砍不赢他们。我要去，终于开打啦！我花了将近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搞这个东西，捏脸也是，捏脸就算了，我觉得捏脸其实蛮有趣，这个我可以。啊，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捏脸，啊，搞不好有些人喜欢的是像这种养成类的，啊，我喜欢捏脸啊。啊，战斗画面也很刁钻啊，各种角度砍的那个位置不同，伤害不一样。要捕捉巨人了。エレンはまだ巨人化能力を完全には掌握できていない。それは分かってるけど、巨人の捕獲だって。有记录档吗？我会把它剪一剪，剪的顺一点啦，好不好？把它剪的顺一点。乖乖听令行事，饰演田鸡。他直接骂饰演田鸡。啊，この軍隊長。彼もまだ参加したいとは言ってません。佩佩猪，你有没有看佩佩猪啊？锅里要去看佩佩猪啊！不要那么乱啊！哦，我好美哦！这是我老婆，你们羡不羡慕？这是我老婆啊！捕获巨人是很少成功案例，超难的任务。如果是为了研究巨人，我要参加。耶！分隊長、本人にやる気があるなら、他们准备要抓巨人。じゃあ早速。お前、あいつに付き合う。这种捏脸和养成游戏我还蛮喜欢玩的。リヴァイ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啊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。サポートにま、お前も、新兵を早死にさせち。了解。捏脸还可以接受。但是太多作业式流程了，像刚刚那个好友度上升的部分呢，真的是很拖台前。怎么会没事？太神奇了吧！我第一次这样砍不死哎，应该是没砍到，怎么会这样？使用捕获枪捕获巨人。在小型巨人镇定时，使用捕获枪可以进行捕获。对大型巨人与中型地人需要破坏脚才可以捕获。强力巨人需要破坏双手双脚才可以。多麻烦啊！哦，拿那什么像火箭炮的东西，绝对无法捕获的巨人哦，就像是那个怎么讲，比较特殊的那些，没办法。好，我知道了。くれぐれも慎重に頼むよ。我们来捕巨人吧。我们来补一只前面的小巨人。哎，这只是超大还是小型巨人？这只应该是巨型巨人吧？那这要断手断脚了。这要断手断脚了。快杀了！不抓了！因为我只想要看这个动作而已，很帅。哦，就是那一只啊！把他带回家。他们家好可爱啊！我的天啊，好像大人在跟带小孩出去玩，有没有？哎，乖乖站好，不要乱跑啊！爸爸带小孩出门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好了，不要抓我，拜托。抓！捕获一只。该好好笑。还蛮可爱的嘛。捕获！
我说了捕获啊，弄我！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下去，乖乖听话。到底要补几只啊？还有哦，到底要多少个素材补巨人啊？补不完呢、欸。我不敢用兵长啊，我怕人家他把他砍死。哇、哦！这个刚刚到底怎么了？刚才动作实在有点奇怪哦。我实在不想要去解释这个情形到底是怎么了。哦，不想讲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这刀坏掉了。哎，够呀，够杨安，够杨安，干也太好笑了吧！五、哦，搞到了。结束了。哦，真是麻烦耶，这一次。高潮了，高潮了！是啊，终于啊！多数巨人一边破坏据点，一边接近调查兵团。真正的作战要开始了。来拯救被捕捉的伙伴。退路確保しましょう。分隊長。人為的にもこれ以上の捕獲は不可能です。討伐開始。好吧，大型巨人。もう一体とも思って。確保退路。仕方ないか。哎，你看那个地图上的 SOS 一直都在耶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？那个是出问题吧？哇，我们居然没了，不能用了，好难过。那我们知道省那个能量了，骑马过去好了。我们直接往那库头的那个方向前进。17000、18000、19000，哇塞！他居然还打不死，我以为他死了，你说。超级痛哎、欸！来，我们弄一下佩佩猪好了、啊。算在手脚上吧，就手跟脚嘛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谁，刚刚那个兵长所发出的攻击是手跟脚都有打到嘛，对不对？有了，哦，终于，終わりだ。结束了。さっさと撤収するぞ。みんな協力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哦，萌妹子。あの子たちと一緒に帰ろうか。有没有被巨人吃掉的激情？すごい。本当に生け捕りにするなんて。我们活捉了。やりたかった実験がいろいろできるよ。从什么时候要该从什么开始呢？遮蔽阳光，确认痛觉。其实这边选谁的应该都没差吧？选什么选项应该都没差吧？我觉得这里。巨人的行动原理は人類の保守。だけど過去には気になる事例もある。伊尔塞莱格纳的士兵。
なんと会说话的巨人的记录，他们在讲那个就是原之巨人啊。巨人の正体を突き止める努力はいつの日か。反击的资源。あ、まだあの子たちに名前をつけ。聞いてください、分隊長。哎，安安你好，林佑勋，26级了。哇，好多好多材料，好爽。哎，下面那什么？可恶，来不及看。他这边还有这个例会，不是很想知道有这个东西。我们刚打到的就是那个七色水滴哦，借由使用七色水滴这种特殊材质，便能超越装备补强之一强化。极限加99，是哦，就是有点类似说等级上限提升，是不是？还是说直接加99啊？那直接加99也太作弊，都不用玩啦，大家就这样加99就好啦。这是第二季的剧情，第一季不是到那个吗？第一季不是到打那个谁米娅是不是？应该还没有到吧。